5月29日是庄心怡的生日。早晨，她在微博首次晒出了儿子的正面照，并配文称：“今天生日，儿子送了我一套生日舞步，很有感觉的呢。”照片中，袁弘和儿子穿着黑色的父子装，戴着墨镜躺在床上，宝宝的头发很浓密，胖乎乎的，超级可爱，肉乎乎的四肢摆出跳舞的动作，酷劲十足，萌翻一众网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